刘丹同谭丽明呢日就为主演嘅剧集宣传，丹爷仔仔刘海威最近就同汤乐文传出绯闻，唔知道丹爷又点睇呢？好啦，哎呀，呢啲冚唪唥都乱噏嘅。阿仔离婚之后感情一片空白，唔通丹爷一啲都唔心急咩？随缘嘛，随缘嘛，缘分嘅事不能说急，急是没有用啊，要随缘。至于同场的谭丽明就大爆周润发发哥透过队友江美仪约他一起跑山锻炼体能，脚伤啱啱先好翻的阿腾仲得到发哥特别照顾添啊！对啊对啊，真的，他是最后垫后，就是我的后面，辛苦他了。就是我的腿应该差不多8899吧，但是他们会找一点比较容易的那个路线，然后就是让我跑。他们分开 A 队、B 队、C 队，我就是 D 队，就是对慢，就等于步行一样的那队。对，他们很照顾我，还好。